寒山为平之年，有第一届的首次举办上山之战，在省厅的第一届市长杨立军的陪同下，考察了平定县、四中县，其实这个谈话是有点无力。这边市长于守先向台湾议员郑文贵先生讲到南韩界考察的一项作业，响应在最末和最为重要，并且设计了一个三个窗口，用这个三条一策，把台湾